本视频由时代少年团改起，时代少年团梁文，我们就是爱听电影，赞助播出。小冤家，你干嘛像个傻瓜？我问过他为什么，你不回答。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马嘉祺。是真是假？说清楚，讲明白，不许装傻。我就感觉他就是我的好运气。大大的眼看着我眨巴眨巴，气得我掉转头不如回家。小冤家拉住了我这才说话，喊声小文，小文，哎，喊声冤家。小马哥，小马哥，小马哥在哪儿啊？小马哥呢？没有，谁知道见到了你只会发傻。小马哥，干嘛？你在生火吗？对，来看一下我的成果是不是比你好100倍啊？啊，糟了，火被我玩灭了。火灭？刘哥，我火着了。完了完了，真玩灭了，火被我。小冤家，干嘛？傻瓜，我问什么条件啊，哥哥？哥哥要什么样的条件？刚开始看到耀文的时候就觉得很小，长得很可爱，特别可爱。帅不要说我可爱，就是可爱，我就不是，就是可爱。这些小朋友打的特别好。马哥，我要喝我家金冰乐。我必须要做把它放到名单里头，看我。亮文，快起来，亮文。六七，六十六。我叫马哥。我们的小马哥在这儿了，坐在我的床上。应该是要小孩睡觉的吧。